这是什么？你还是赶紧走，快！同志，你注意安全。快走，快走。 说了，出来见面不要礼物，非要给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快接着呀！对对对，哎呀，小姐啊，丽文小姐好像，哎呦，好像什么？她说她去专科看老师，可出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个箱子，就是她来的时候拎的那个。我是觉得不大对劲啊，你看老师带什么行李呢？还有，我看到啊。 乔家二少爷也拎着个箱子，会不会丽文小姐又要离家出走啊？你看清楚了，哎呀，保证不会错的。班长，你让我找的资料已经搜集完了。这个乔志才不是政治犯，而是经济犯，2年前入狱，之前跟江科长有生意上的来往。经济犯？什么罪名？贪污。他这番被特赦是市局特意卖的面子。还有。 这个乔志才是物理学家乔礼杰的亲哥哥，怪不得有几分面熟呢。用不用下去看看？不用，有江科长呢。乔老弟，这么巧啊，去哪儿？这是？好巧啊！你也在这儿。我妈让我去苏州接我舅舅，我赶火车。江科长，慢慢跟你聊啊。 去接人，你带什么行李？啊，我高兴带一个箱子呀。这位小姐是？我不认识你们。是你朋友？嗯？你跟我装什么哑巴呀？我不认识他呀，你干嘛吓他呀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！不许走！不认识。 还拎着一样的箱子，小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俩在这合计什么呢？江科长，拎这箱子的人，满大街都是，你也太多疑了吧？你就让他走吧，小女孩您吓她干嘛呀？走吧，站住！一口一个走吧，生怕她听不懂是吧？ 把他们俩都给我带回去！哎，江科长，带什么？你们伤害人和倒霉，你们家家劳累！保密局派司见过吗？江科长，哎，江科长，不用把我们带回去，麻烦。你不是要看箱子吗？我给你看，就现在。给我打开！哎哎，你得打开，快点。 快点儿！哎，给我追！快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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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shit!知道你手里有东西啊！你搞我是吧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乔治才5000美金，17号，晚一天我整死你，走。 老二呢？啊，刚才敲门，二少爷没反应，大概是睡过去了。
早上二少爷还说他胃疼的厉害呢，稀奇，平时吃饭属他最起劲，他还会胃疼。哎，林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你让我进去一下好吧，我有急事的。哎，老二胃疼那得吃药啊，我上去看看。 莫根，贵芬，把三角药局的这个胃泰啊冲好，给老二送上去。哎，林小姐，吃饭的时间，到我们家来有什么急事吗？再急的事儿也不该这个时候来呀。贵芬啊，给林小姐上一趟碗筷吧。哎呦，姐姐，我哪有心情吃饭呀？我就去来见一下你家老二。 贵芬啊，哎，端的什么呀？哦，回太太，是老爷吩咐我给二少爷泡的胃泰，让我给二少爷赶紧送过去。嗯，赶紧端上去，药要趁热吃啊，让他暖暖胃。快去。林小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家老二胃疼难受，在楼上休息呢，请你体恤一下，好吧？ 哎呦，我的姐姐呀，你不要稀里糊涂的蒙在鼓里好不好啊？你家老二要是在，那就让他下来，我见一下；他要是不在，就是领着我家丽文跑了。我们镇宁村不兴这么姐姐妹妹的叫，你还是叫我乔太太好不好？哼，哦，对了，你说。 来找你的女儿，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到别处去找吧。就你那个女儿，朋友很多。他哪有什么朋友呀？他最近就只跟你家二公子走得比较近。把话说清楚，谁跟你们家女儿走得近？哎，吃饭呀，都看着干什么？ 箱子，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？怎么打起来了？这是我的箱子，这个箱子才是你的箱子。别这儿看，你想死，你就先在这儿看，要等我走远。那个箱子，那个箱子里面是我的私人用品。 那个箱子里面是我的箱子，不是我们的箱子。我们第一次在火车上遇见的时候，箱子都拿错了，你懂吗？遇到你，倒了八辈子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难道那个箱子被人家拿走了要紧吗？那里边的文件值5000美金，你说对我来说要紧吗？你想赔吗？ 一会儿打一会儿好，一会儿好，一会儿又打的。你箱都哪里了吗？要不我扶你回去吧，我也帮你想想办法怎么把你的箱子要回来。不可能。你现在已经拿到了你的箱子，我也不是为了你保护这个箱子，我也为了我的一个朋友。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 走，离开一点，你离开一点。你拿这么多重要的东西，你还不赶快走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找个机会，把他手里的箱子弄来看看。 千万别暴露身份，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切断联系。明白。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乔丽杰这次呢，随时局高层去台湾考察。
要逗留6个月，导致我们一直无法与他接触。这次回来，我们要尽快和他交流。我听说，国民党当局对他极为重视，监视的也非常严密。我们想要跟他接触的话，着实不容易。那是自然的。滞留上海的最后一批科学家中啊，乔里杰最受人瞩目，也是双方争取的关键。他也是归省计划最核心的目标。 老叶与晓光同志的牺牲，就更加说明敌人已经对我们的计划有所察觉。我们不能贸然的接触他。那我们要怎么展开工作呢？我们有一位重要的同志，就在他附近，具有接触他的优势。你是说，司南同志？怎么样啊，唐医生？别着急啊，乔大人。啊。 曹玉荣的身体没有异状。啊，从检查结果来看，他的受孕指标都很正常。这样子啊？我认为他的受孕是很乐观的。太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唐医生啊，那他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动静啊？ 如果方便的话，下次我想请您的儿子过来做一次身体检查。我儿子到这儿来做什么检查呀？他又不是女的。乔太太，怀孕不是女方一个人的事情，如果女方不受孕，男方也需要一并检查，这是一种科学精神。 小姐，你的箱子。谢谢。你没手劲吧？那就好。小心！ 方便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？就是事儿，迟到了。
让！！肖医生您好，关于最近的时局你有什么想法可否谈一下？小姐，您啥玩意儿被抢了，没事吧？拿过来啊。你这样，你把箱子打开瞅瞅，看少啥东西没？不用呢，乔少爷都发话了。那你这样吧，你跟我们走一趟，去局里备个案。那肯定。乔医生，您稍等我一下，你有什么想法跟我谈论一下？乔医生，最近这个乔先生。你好，可以麻烦您帮我保管一下箱子，警察要问我话。当然可以，但是您住在什么地方？我住一号呀。什么地方的一号？镇宁村一号啊。我们刚好是邻居，我会把箱子给您送过去。谢谢乔先生。客气。可以了。乔大爷，我们先去了啊。好，走了，兄弟们，回局了。散了！听众来信，春草复生，灯像今天的月亮，雨像昨天的云，春天即将来临，朋友也会返乡，我们的友谊再次开始。今天就为您广播到这儿。组织最新指示，归省计划关键人物抵沪，工作目标需要转移，由司南同志部署，所有行动暂停，全力配合司南同志工作。那个干嘛呀？你一会儿一个样子，跟变戏法一样啊！刚刚谢谢你了，我箱子了。我刚刚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？我没还吗？谢谢。小姐，我们要不要拜托警察帮忙找找啊？我也不晓得呀。阿娥，你说丽文他还会回来吗？他真的就这样子撇开我们就走了，跟那种男人？丽文啊，丽文啊，你把妈妈吓死了！你到底去哪儿了呀？啊！我跟阿娥说了，我去摔跤看老师了呀。对，说了的，真的是去看老师了。别老疑神疑鬼的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哎！你找什么呀？妈，我箱子呢？什么箱子啊？行李箱啊？找行李箱干什么？阿娥，那姓乔的把箱子拿过来没啊？没有啊。哎，出什么事你跟我讲呀！哎，妈妈帮你想办法解决。妈，我出去了。你干什么去呀？哎呀，马上就回来了。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阿娥，快点，忘了干什么？我知道你是出去找乔公子的。我没有去找他，我坐下。妈，你给我坐下。别闹了，你们坐下。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要去找他的，你就是要跟他走的。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听妈妈讲，男人啊，你不能把他太放在心上的，你对他越好，他越不把你当回事，这都是妈妈的经验之谈。我真没有，丽文，妈妈盼星星盼月亮，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，你不知道这些年妈妈一个人是怎么过的，你现在又要走了，让妈妈一个人可怎么活呀？别再把我一个人丢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不走了，不走了。科长，属下没有，箱子没拿到。科长，要不明天我们再去一趟？其实我今天差点已经把他惊着了。你是觉得自己暴露的还不够彻底是吗？莫根啊，你看李杰瘦了吧？是瘦了。这都走了六个月了。来，李杰啊，吃鳜鱼啊。谢谢妈。台湾那儿啊，纬度低，啊，又是热带季风气候，李杰这过敏体质不好受吧？我的身体机能一切正常。哦，
那就好。这次去台湾这么久，是有什么药物吧？并没有什么药物，每天开会浪费时间。对了，李杰，你上次给我介绍的那个唐医生啊，我已经带你大嫂去看过了啊。嗯，唐医生怎么说？哎呦，别提那个唐医生了，说话奇怪得很。唐医生怪得很。哎，这女人怀孕生孩子的事情，他非要让你大哥去做检查，这还不奇怪啊？莫名其妙的。妈，唐医生是美国麻省最好的医学院毕业的，我相信他说话是有分寸、有根据的。所以大哥，我建议你去配合检查一下。啊。李杰，就你架子大，全家都到了。我说怎么今天没有人叫我吃饭，连贵妇都把我给忘了。原来是我们家宝贝疙瘩蛋儿。老三，你回来了，你怎么样？二哥，你出来了。啊，陈副市长跟我说，在元旦的时候把你特赦的。我还不解，你不是还有2年的刑期吗？啊。我就说嘛，哪有什么特赦的好事啊，原来又是卖了咱们家老三的面子。哎，其实我本来还有2年好日子过的，原来是不老三你给坏了。嗯，不是我说啊，我在里边可是如鱼得水，左右逢源的，狱警可是追着我跟我称兄道弟的，其他犯人追着我叫我少爷长少爷短的，我就高兴了，赏他们两根烟抽。其实想想那日子也挺自在的。嗯，你说的也对，比如像我们做物理实验的时候特别讲究适合的环境，如果二哥觉得里边你比较合适的话，下次你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帮忙你提早出来了。老三，你果然是著名的物理学家，就说两句就把我给喂饱了。嗯，二弟，哎，吃饭。二哥，哎，这箱子看起来好像不太像是你的哈。啊，确实不是我的，我们镇宁村一位女士委托我代为保管的。这还真奇怪哈，我们家又不是他们家保险柜，为什么要帮她保管啊？女士的请求，绅士理当满足。30年前，妈就跟你一样，那时候乔家老爷子还是个毛头小伙子，他就整天的哄我、陪我、逗我开心，我们爱得死去活来的，说好了要一起私奔的。可是到了那一天，他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害得我就苦苦的等啊等啊。都怪这初恋的头没开好，我才情路坎坷，嫁了一次又一次，没有一次幸福的。你再看那乔家老爷子，至今都没给我一个说法。妈，这些你都说过了。说了又说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就是不想让你犯我当年的错呀。听话啊，妈是过来人，乔家的男人不能信，妈吃过亏。哎，丽文，我饿了，做点吃的。小姐，你叫我啊？你去把丽文的那个箱子找出来，藏好。我哪敢？我看他
现在迷得神魂颠倒的，我爸他这心一软就跑了。快去快去，你叫我去的。去去。房间做什么？你看见我箱子了吗？我到处翻了，我都没有看到箱子。你翻我东西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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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箱子是不是你拿走了？不是，我都没有看到箱子。我就是怕你跑了。小姐，你跑哪去啊？我那个箱子是不是还在你那儿？你这人太不地道了吧！啊，我怎么不地道了？那么大的危险我都惊了，箱子里面的文件没了我也认了，但你干嘛把箱子留在我们家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太过分了。啊，那行，算我过分了。那你现在能不能把箱子还给我呀？我马上还给你，但是我警告你啊，你别老利用别人给你做垫背背黑锅。今晚市长有宴会，我去做个演讲，司机在弄堂等着呢。好，去吧，早点回来啊。好。你怎么拿着我的箱子啊？这，你不是要去开会吗？我知道这个箱子是一号院那女的托你保管的，我帮你送回去啊。是那位女士委托我的，应该我去还。我去跟。您的箱子。哎，您这是什么态度？那你要我什么态度啊？我先帮助您在先，应该说谢谢。即使不说，您也应该表现出礼貌的样子。而您现在的态度
我认为应该改正。你别演戏了，丽文啊，谁呀？乔公子。哎，女士。乔公子，你来的刚好，你不来呢，我也要去找你的。来来来，我们得好好谈谈。来呀。在这样的晚上，进入女士的家，不太方便吧？进来。乔先生，你请坐。女士，我之后还有宴会要参加，所以不能久待。哼，别一口一个女士女士的，装的跟什么似的。我有话问你，不许扯谎啊。好。你来我家做什么？是不是又要找我女儿？你女儿？嗯。对，她给了我一个行李箱，我现在还给她了。哦。那这么说，这趟你来登门是要跟他撇清关系，跟他讲分手啊？分手？您什么意思啊？哼，那你分手不是，那是想结婚了？八字合过没有？聘礼怎么说？结婚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你真是奇了怪了，你结婚也不考虑，分手你也不想，那你到底想怎样啊？啊，你是不是耍我家丽文呐？不是，我只是在助人为乐呀。哎呦，乔先生呀，把话想明白再说好不好？你这叫助人为乐呀，没结婚就撺掇我家丽文跟你走，最后弄个灰头土脸的回来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私奔，你这不是欺负他吗？女士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私奔，我从来没想过，也不是我做事的准则，我只是碰见了他，他主动跟我联系，并且恳请我施予援手啊。嘿，真是奇了怪了啊。哎呦，你们瞧瞧男人怎么都一副德行啊，碰到事情啊从来不肯担当，就知道对女人始乱终弃。哎呦，跟你那个爹呀、一个样子。我爹？回来。妈，爹。中午那姓林的女人来找你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再说一遍啊，我们乔家的任何人，不可能跟他们林家的任何人有任何的瓜葛。听见你妈的话没啊？以后再跟他家的女儿说不清啊，别怪你妈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妈，我跟那家女的真的没有关系，但是老三现在正在他们家做客。女士，这件事情跟家父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会跟他没有关系啊？他脱不了干系的。当年啊，他……哎呀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你快走吧。没有啊，我跟你母亲正在讲道理啊，讲清楚了，我自然就会离开。曹先生，我们两个事情就到此为止好吗？以后你就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你别再把我妈再拉进来了，本来她对我俩就有误会。女士，我跟你母亲真的是在变道理，否则无法澄清啊。我父亲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吗？写字行，你随便说。丽文小姐，像他这种欺负你的男人啊，就应该给他点面看看看，看我的啊！哎，你干嘛？你不用管了，放心啊。但是妈，我先说清楚啊，你进去可别太惊讶啊。哎呀，哎，什么呀？啊，哎，是谁呀？这是怎么搞的？这弄的什么呀？这是，哎呀，
什么东西啊？乔公子，李杰，你，乔公子，妈。丽文小姐不会有什么事情吧？整天魂不守舍的，她这个表情我太熟悉了，就跟我当年一模一样，把这段感情当真了。那我要不要每隔一刻钟上去看看她？怕她出事情。出去趟吗？阿娥，哎，你不是要出去买菜吗？买菜？我今天一早不是买的呀。太巧了，丽文小姐，我正好要去菜市，我们一起走，好不啦？丽文小姐啊，你不要怪我多嘴啊，我觉得乔家老二你就放弃吧啊。哎，吴华。你要是实在喜欢他那个模样的呀，哎，他弟弟你倒可以考虑一下。我听弄堂的娘一讲啊，他可是大科学家，哎，有市长接见的。李杰啊，来，你多吃点啊，你最辛苦了。是啊，李杰，你吃的那么少，伙食费都该少交一点。那些拖着伙食费不交的人，吃的比你多多了。抗战的时候，我做生意养大家，在黑市里面买米。买油买盐，过年呢有棉袄，伤风了有针药，别人家饿得前胸贴后背的，我们家要什么的有什么，什么都不缺。我忙里忙外的时候，老三，你是不是在海滩晒太阳转阳词啊？其实我在马赛诸塞理工学院上学的时候只去过一次海滩，那还是因为我的论文获得了物理学会金奖的表彰，所以教授为了鼓励我带我去了一次。哦，对了，妈。啊。单位发的应变费。啊。哎呦，这里边还有美金哎。美金并不是应变费，是我在美国的学术期刊上获得的稿费。哎呦，你看。这读书撰文呢，只有李杰得我真传。嗯。太太。嗯。刚才外头有人敲门，我一打开，这地上是这个，这信封上一个字也没有，而且里边好像摸着还有什么东西。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纸袋儿！想去你的世界，翻过冰山，趟过了火焰，人海蔓延，铤而走险。